最难最近，爹爹我真是做一寡我想要搞的代志。其实这个叫你搞斗三工的人，是较早我伫国外读书的时阵请教过我的先輩。想要把你的结婚手续摕回去，就来咱的秘密基地见面。我就要准备一个足请宴，准备了足久存的惊喜派对，绝对终身难忘。你刚结婚，我就抓你去旅游店啊！小轩，雅慧在做复健，你莫用用走去遐乱，害雅慧为轮椅顶晚上落来。因走去病院对二嫂当初的代志，一定要把二哥跟二嫂回信嘞。伊想要爬遮悬哦，伊会背你啊，还佫无够重啦！王家的姊妹啊，心肌拢足重的，今麦有我伫嘞哦，给我替你出头。阿陈嘛，夜听你讲，我甲约好讲，伊要陪我去迄个病院去复诊啊，啊拢无够重，拢无看人，我等半点就久啊呢。人今麦已经伫我的车顶啊，我带过互你。真有火嘞！哇，阿陈，我都啊，哎呀，夜听出代志啊！是个，一定要甲人唱好好，安尼游戏唔才出名。最难最近，爹爹我真是。做一寡我想要搞的代志。其实这个叫你搞斗三工的人，是较早我伫国外读书的时阵请教过我的先輩。想要把你的结婚手续摕回去，就来咱的秘密基地见面。我就要准备一个足请宴，准备了足久存的惊喜派对，绝对终身难忘。那是讲你心内敢闹一个孙，或者叶志成，我让你因为你的偏心，你后悔一世啦！你今仔日因为公司上的决定，情绪失去控制，对我无大无小，讲讲要对付志成，我袂当让你继续留在公司。你暂时停职，总经理免做。我妈叫我把副董事长的位让给志成，伊就要把董事长的位交给少峰。志成对策，敢那会当赢，袂用的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